来，咱们看一下自动验证。自动验证呢，基本上是大部分框架都提供的一个功能。好处在哪儿呢？现在好多程序员都抱怨说，写一个项目在验证上耽误很长时间，对吧？当然，你写一套好的验证机制之后，就算现在很多程序员他是在怎么做呢？就是把前面一个项目里边验证的东西直接拷贝过来 ，GS 的 PHP 的，对不对？那特别是表单内容比较多的时候，验证是不是很麻烦呢？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框架里边原创了一种验证方式，这个还是我没见过任何项目有这种方式的。咱们是基于什么呢 ？XML 的一种验证。那这个好在哪儿呢？你记不记得验证的时候，你不光是 PHP 写验证啊，你还需要哪儿写验证啊？对，前台写验证，也就是这是前台，这是 PHP， 对不对？他们两个。是不互相通信呢？然后前台验证，你目的干嘛呀？前台验证是不是就得用 GS 写啊？那中间有可能也涉及到一些什么阿贾克斯的东西，对不对？在这块传来传去的，是不是这样的？那前台验证目的就是防止一些君子的误输入，对不对？输入错了，那么这个服务器，如果服务器有验证的话，输错了还返回来，那表单数据如果很多的话，是不是都白填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呢，前台用 GS 验证，防止你输入错了，表单内容没有，直接在前台就提示你了，对不对？那我都说了，那前台写验证了，那干嘛我后台还写呀？是不是？那攻击你网站的方式怎么的？它可以绕过表单吧？不管哪个服务器，只要它是能接受表单，我就可以怎么的？我就可以自己做一个表单往这提交，行不行？那我自己做的表单，我可以不写验证吧？我写什么东西，如果你 PHP 没验证，就在前台验证，我都可以绕过去，是不是直接进入你的服务器啊？那有好多框架是这么写的，怎么写的呢？你用框架写个表单之后，只要你在框架里边自己写的表单，当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就在表单里边加一个什么，一个隐藏码。然后呢，你要自己定义表单的时候，怎么的了？没有这个码的话，你提交不过来，它就直接提示错误，听懂吗？所以这也是一种防安全的一种机制，对吧？在咱的框架没提供这个功能，我暂时觉得还没有必要。但是好多东西都是这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你只要写表单，就在表单里边直接给你加一条隐藏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听懂吗？但是这个东西提交服务器，它得先验证这个码有没有，有这码证明你是框架写出来的表单，没有这码证明你不是用框架写的表单，是用其他写的表单，那肯定意图不明确，对不对？就不让你处理，这是为了防安全的机制。那这个咱先不管，还是前台和后台验证。咱说前台后台验证都是有必要的，你别写完前台不写后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啊。那有的时候单用后台验证，那前台呢会有一些误输入，对不对？所以两套都得写，而且呢代码量还不少，如果你加了大量的特效的话，开发的时间也不短，对吧？29班做项目的时候，不是30班做项目的时候，他们呢在每个表单验证的时候 GS 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有的一个表单页面验证花了1天时间，是不是？但是你写完一个验证，其他表单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咱们能做到的自动验证，如果按别的框架的那些自动验证机制，只能在服务器端验证，只能在服务器端验证。而咱们这个验证呢，我采用了一种什么机制呢？叫做 XML 的这种机制。用 XML 验证的机制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因为你只要写一个 XML 出来，假如说我在这 XML 在服务器端的某个地方放着XML 文件，在这里边写好验证机制，那我就可以完成自动验证。 PHP 可不可以读XML 文件？可以吧？
那根据这里规则就知道什么该验证，出了什么错，要不要通过，对不对？那前台能不能把这个插码读过来？是不是也可以啊？在 GS 里边，你只要包含一个 GS 文件，也可以按照这规则在前台验证。所以对于一个表单，你只要写一个插码，写几行，前后台自动读验证了。目的采用的是这种机制，清楚吗？但是咱们框架里边，我只先给你实现了后台机制，因为咱框架里边你没发现 GS 东西不多吗？连阿姐的 3.0 那些东西都没往里放嘛，对不对？因为框架东西这个我不想功能太多，所以呢绕过了 GS， 把 GS 都能去掉都去掉了。所以这里边只有在 PG 端验证，你可以在前台写个 GS 文件，通过读对插码文件在前台验证，对吧？其实你要写后台的话，不用写前台验证也行，后台验证一般都关联输入，对不对？他都知道什么信息。而且在后台呢，你看咱们这个项目，你看在后台啊，因为这个前台还没有表单，比如说内容管理，咱看一下，比如说添加文章，你看一下，我没有在前台验证，但是我这里边输入的内容，是不是输入的内容？这个，假设我有一个为空的，文章标题为空，这里边也可以输入内容，这是推荐，这不允许。你看一下，我现在添加，会提示什么？文章标题不能为空。那文章的标题为空，内容还在不在啊？是不是也在啊？不用前台验证的话，那怎么这个内容还能在呢？就一个服务 PHP 验证啊，很简单嘛。我让它出入输怎么的时候，让它在验证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还回到这个界面啊？回到这界面，我提交过去的是 POST 的，对不对？我再把 POST 的又发回来，就跟那个修改界面把内容从数据库拿出往上放是一个机制，是不是还在啊？所以后台简单用了这几个机制，那我后台的所有东西就都不用前台验证了，对不对？听懂吗？都是一个服务器端验证就可以了，就是把内容再发回来。所以写两条代码就比写前台验证用 GS 写很多条代码都一样，对吧？但是写错了，这个提示的速度肯定不如什么快啊？不如前台直接就提示那个快，对不对？会有稍稍一点延迟。你看这个，我这个为空，这个加上，你看刚才文章标题不能为空吗？你可以看到是提交过去再怎么的，再返回来的，对不对？不是在 GS 直接晃一下弄出来的啊。但是前台的话，你就必须得自己加那个验证了啊。让他看一下插码机制，咱们这里边还有一个重点，咱们说一下。自动验证。有一个什么机制呢？就是只有对入库的内容做了自动验证，没有入库的内容你没办法，你就得自己手工写验证了，听懂吧？那什么内容是入库的内容啊？你调用接口里边音色的方法算不算插入数据库？算吧。然后 update 更没更新数据库内容，只有这两个是不是在入库啊？对不对？那只有在这两个方法的验证，你不调用这两个方法的时候，自动验证是不生效的，听懂吗？比如说这个登录框，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是不是这登录框？我直接登录，是不是失败了？那这块也有验证，为什么呀？这是手动自己写的验证，因为这个登录框是入库的东西吗？不是吧？是不是一判断就行？它是查库，不是往库里写，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记住，用自动验证，只有你在入库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才能实现。像登录框之类的这些地方是实现不了的，明白吗？就得手工写，因为像登录框一共也怎么的？
也不是多两条，也不是那两条，对不对？用户密码还得查数据库，肯定得服务器端嘛，对不对？只有一个验证码而已。好，那看一下自动验证怎么写。首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是不是有一个表单呢？对吧？所以关了这个控制器，我再建一个啊。假如说我是注册用户或者是添加用户，那我首先需要做的是干嘛呀？关了。我在 index 的 home 下边，假如做一个用户注册，我是不是得有一个用户的模块啊？是不是这样的？然后用户模块里边，首先我需要plus user 做一个 index， 做一个 add， 这是干嘛呢？要添加界面display， 然后添加界面里边有一个提交方法，什么？到这里边去，这里边我打印一下 ，dollar for 下划线 post， 把数据是不是拿过来啊？对吧？那我需要一个添加界面，应该在哪写啊？是不是图下边 ，home 一下边的，建一个 user 目录，在 user 目录下建一个 add.tpl， 对吧？那咱们昨天那个表里边都有什么？用户名、年龄、性别、email，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那咱就拿这个表来做实验。form 斜杠 form， 然后 username input， 咱说这里边必须得有谁啊？名字跟数据库对应，名数据库是不是叫 name 啊？对吧？然后密码。PSSWORD name 等于 PSSWORD， 哎，我那里边叫什么呢？表里边有没有密码？没有密码啊，我加一个 MySQL 杠 U root 杠 P123456 USE DB31 对吧？DSCB D31 下划线 user， 有密码是不是？有密码的，叫做 password， 幸亏这个没删。那有密码是不是就得有重复密码啊？ REPSS 对不对？ WORD， 这样的话为什么有重复密码？防止他第一次输的时候输入错了，对不对？REPSSWORD， 然后名字等于 REPSSWORD， 这写错了哈。其实你在注册的时候密码可以用什么？到底写错了，没有错吧？然后年龄 input类型等于文本的吧，名字等于 age， 然后性别也是文本的，类型等于 txt， 名字等于 sex， 对呀，然后有个 email input， 假如说我对这个表单进行验证 name 等于 email， 然后下边有一个什么提交按钮吧，submit， 然后 name 等于 sub， 然后值等于reg， 对吧？然后我需要提交给谁呀？这应该怎么写啊？对，别忘了 dollar for URL 提交到本模块的 insert 是不是就可以了？方法用什么 ？post。搞定了吧？那我先提交过去，这块应该访问用户模块的
ADD， 是不是这些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写，是不是为空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我现在想把它插入数据库，是不是提交在这儿了？怎么插入？如果到了活得先干嘛呀？建一个 user， 点 user， 创建 user 对象，对不对？然后这块 user 里边用谁啊？ insert 插入，现在没有说不需要验证的吧，对不对？是否插入成功？那如果成功的话怎么办呢？我直接调用 this 里边的 success 里边写上，对，添加成功，添加成功之后几秒钟啊？可以三秒钟，可以一秒钟，转向 index 可以吧？这块就可以写添加成功，转到本控制器的，对不对？控制器的 index， 对吧？那如果失败呢？这次里边怎么办？添加失败，转到怎么继续添加？继续添加，那继续添加它转到哪儿啊？是不是还到 ADD 啊？对不对？让它几秒钟呢？假如说五秒钟吧，咱可以看个原因嘛，对不对？error， 然后这边写上添加失败，对吧？然后五秒钟转向 ADD， 是不是就可以了？添加成功还是失败？那这块如果成功转过来，我就要看这数据添不添成功，所以我还是怎么的，创建一个 user 对象，对吧？然后我在这块打印一下，对，查询出来，那我这块可以批，打印一下 user 里边的 select， 是不是这个？然后这里边加一个，怎么能看到插入啊？排序ID DESC， 对不对？然后 limit 看最后三条，其中每只插入一条，能看到最新插入的记录吧？对不对？就可以了。那咱们试一下，现在我为空能不能插入进去呢？刷新一下，其他的都为空可会呀？我没有验证啊，是成功的吧？是不是这个？但是咱们现在加上验证，你看一下怎么做？是不是当时用 XML 啊？ XML 该写在哪儿？命名为什么文件，对不对？这是咱们先要记住的，自动验证使用的是 XML 文件，那应该写在哪儿啊？写在 model 目录下，和因为入库验证，对不对？入库当然就是写进去表嘛，是不是？所以呢 XML 文件要和表名相同，但是怎么的？不包含什么前缀，在 model 目录下和表格相同，不包含前缀，清楚这点吗？那假如说我现在做 user 目这个文件名，那我现在应该在哪目下建什么文件？ model 目录下建一个 user， 不要写成这个点 XML 文件，是不是这个位置啊？我现在想对用户表进行验证，那我现在就在，听好了，在，是不是这是 model 目录下？建一个 user 点 XML 文件，和表明相同了吧？那这文件 XML 文件咱们自己编，现在未编了。第一条应该怎么呢？ XML 吧，版本 1.0， 如果里边有中文的话，用 encodeing， 对不对？手打一下 encodeing，utf 杠八，然后问号尖括号。那么 XML 文件一定得有一个最外层标记吧，对不对？最外层标记你叫什么都行，我这里没处理最外层标记，你有一个就行，听懂吗？你叫 A 啊 B 啊 C 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但是咱们验证的除了是入库的验证，是不是还对表单验证啊？你起别的名，别人看起来有点别扭，对不对？比如你起个哈喽，起个太子别扭，所以呢，咱们这名称没啥叫的，你叫什么？对，但是这个名称你记住是无所谓的，你叫什么都行，听懂吗？对吧？那另外，我处理的方式，那都说什么不用属性，用标签元素的内容怎么的效率高？但咱这个呢，处理的不是内容，你这效率差不到哪去。所有的都用属性，所以呢，这里边还保证是单条的东西，所以不用用那个萨克斯那种。遇到开始标签就去获取开始标签的所有内容，包括属性吧，这种机制。所以你标签名里边写什么都行，清楚吗？没有不能写的。你那咱们为了跟表单一致，对不对？你也起什么名啊 ？input 插门文件这些名称不是说你非得固定起啊，叫什么都行吧。但 input 起的像不像跟表单一样？那表单里边，比如说验证表单里边 name 叫什么呢？叫 name 的可不可以啊？验证表单里边内名叫做，是不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写起来是不是像写跟写表单一样啊？其实这写插门文件，对不对？那这个的写的就是要跟什么对应啊？对，跟咱们那个表单是对应的。那看一下 name 必须写的是属性是有两个，一个是 name 属性，还有一个什么属性啊？MSG 属性。比如说用户名，我这么验证用户名不能为空，对吧？那我这么写它就直到验证的时间它不一定能为空吗？没那么神，对不对？所以你写个什么，看一下 name 这个还要写类型，用什么？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判断？你这么记是不是知道 TIP 了？所以 TIP 所有的属性是不是自己可以随便写？顺序也没关系吧？这插门文件标记语言的标志是不是这意思？那这里边写什么类型？当然你不写 test， 这没有这类型啊，是咱们自己定义的。规定类型也就那么十几种，那都有一个是什么呢 ？Not 非空，那这就可以判断了，你看条件就够了吧？验证是哪个字段知道了，对不对？提示消息是不是也知道了，对吧？然后这块是什么意思啊？验证的类型是不是也知道了？让它不能为空，对吧？那所有的这些是不能验证啊？插门文件你是不是最好有关闭啊？但是你这么写关闭行不行啊？没有不行的，只要合法的插门标记就可以，这是合法的吧？对不对？没问题啊。但是咱单标记如果不加内容，通常都要关闭什么，对吧？但是不写系统会提示说你丢失标签，咱们有验证那个机制，记得前面要写过，对不对？验证是在哪行哪错了，然后密码也是类型，假设我现在都让它怎么的不为空 MSG 用户密码不能为空，然后还有什么，对，还有年龄性别，还有什么，还有 email， 下边这个没用了。那一个一个写，用户的年龄不能为空，用户的性别不能为空，用户的电子邮件不能为空。你看一下，这就验证完了。但是只能验证不能为空了，对不对？咱们还是不是还有其他验证啊？咱再一会儿一看，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只有一种类型，都是不能为空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假如说就验证这个功能，你直接写个插门文件，假如说前后排如果直接全能验证完，是不是你可以省很多事儿啊？如果 GS 里边你把自己喜欢的特效什么都加上，对不对？用 jQuery。这是能办到的，清楚吗？那这样的话你只要一加这个强态度验证，那就我感觉太酷了，你可以省很多事，对不对？等我有可能写第二版的时候会把这个 GS 加上，但是尽量还是避免写太多太复杂的东西。那看好不好使呢？现在就可以验证了，但是它会怎么的，会提示我
会提示什么？提示你，提示你清单失败，但是消息找不出来。你看一下，我现在一点，是不是清单失败？就没过去，清楚吧？因为在 insert 里边直接就验证了这差码，是不是没过去啊？那清单失败是哪提示的？是不是在这提示的？对不对？那咱们要这个字符吗？咱是不是得知道详细一些，什么原因呢？对不对？那刚才咱们插码里边后边写 MSG 是不是写什么原因了？那怎么读出来呢？在咱们 model 里边，也就 user 的父类里边，咱们昨天讲接口的时候有几个咱没说，有一个什么？对，有一个 user 里边有一个 get MSG， 就专门得到消息的。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对吧？这个你再看一下，关掉这个，我现在刷新一下，可以停止看一下吧。用户名不能为空，用户密码不能为空，年龄不能为空，性别不能空，email邮件不能为空，是不是都有了？对吧？那包括我在这块在写什么？你看啊，假设我是错了，这么错了，在错了的时候，你看一下，它会不会提示我呢？提没提示我？在插文件的这个的多少行有误，丢失标签，对不对？你可以改一下。所以你写错了，插文件不按规范写会提示，但是这个不，如果不提示的话，不会影响你程序运行，听懂吗？是不是？因为咱们要的是属性，如果能获取到，这就可以不管了，其实对不对？这个提示，但是就怕你别的地方写错了，是不是就不好了？所以它都会提示嘛。再有，你看一下，我这里边有个 age 一，我这下面这个，你看啊，age 一吧，有这个字段吗？没有字段，你看一下，提示什么？对，就表单根本没写这个字段嘛，你还验证这个字段，对不对？那也就是数据库也没有这个字段，那你就验证它干嘛呀？这有个提示，但是这个提示虽然没写字段，但这个提示可以让你过，清楚吗？如果你就验证这一个，其他错误没有发生，这可以让你过，因为这不影响什么，对不对？对吧？所以这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因为这个没过，是因为其他的是不是还在这限制呢？对吧？那现在我看一下，我都添加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做这块？现在只验证为空，你不管什么格式呢，对不对？是不是验证成功了？这就过来，是不是刚才输入的，对吧？那对于这个表达来说，你现在还想验证什么？你看，我都给你写出来，然后咱们再详细的讲。你需要验证一个是，一个是为空，咱们验证完了，对不对？两次密码一不一致，是不是验证啊？对吧？然后呢？对，年龄必须得是整数吧，性别就无所谓了，你写什么都行，对不对？然后这个呢，必须得是 email 格式，对不对？那看一下咱们怎么验证，记得，那咱们的名字不已经验证过，对，名字是不是还得验证一下唯什么唯一，对不对？是不是还得验证一下这些东西啊？那你看一下，咱们已经对这个字段验证过一次了，对不对？能不能验证第二次、第三次呢？可以，你只要写一条就是验证一次，清楚这点吗？我可以写多条，比如说名字，我在除了验证为空之外，我还怎么的？验证的唯一，唯一那个词怎么写的 ？U N I Q U E 是这个词，对吧？用户名已经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就唯一性就验证了，不然你自己写唯一性怎么写？是不是得到数据库查呀，对不对？拿出来匹配啊，是不是直接就完成了？那密码不能为空，还得有谁啊 ？RE 重复的密码不能为空，是不是这得有啊？重复的用户密码不能为空，那它就验证为空吗？对，两次密码是不是一致的，对不对？那这会儿加这个，你再加一个 ，v 留值等于，一会儿咱们再讲这个词什么意思，对吧 ？v 留值等于 password， 让这个两个字段怎么的判断相不相等？然后这会儿说两次密码不一致，
两啊两次密码不一不一致，看到这个了吧？两次密码不一致。困的站起来啊！我看有的直点头，困的站起来啊！然后这个得改过来吧？年龄还得有什么类型啊？年龄必须为整数，对不对？那不仅为整数，还得怎么的？零到一百。年龄可以到零到一百吧，那样不玩电脑了。年龄必须在零到一百之间，是不是啊？然后性别这个咱不用验证了吧，为空式不就行了？然后你要验证的话，你咱可以写以麦写正则，你想验证什么都行。以麦哦，必须是。这块必须是类型是什么 email 不仅为空还怎么的电子邮件不是正确格式，好，是不是就验证差不多了，该有的都有了吧？那你看一下还有哪个没验证，刚才的对这表单已经差不多全了吧？啊，这个怎么的？非空，对对对，你非空，这非空类型了，等于什么 ？CONFIRM， 这词什么意思啊？对，确认密码嘛，所以加了一个这个词。来，刷新一下。你看我现在一提交，是不是这么多错误了？用户名不能为空，用户名因为空的里边已经有了，对不对？已经存在，用户密码不能为空，然后乘务的用户密码不能为空，用户的年龄两个为空是一致的，对不对？用户年龄不能为空，年龄必须在这个之间，用户性别不能为空，电子邮件。咱们现在写个，你看用户名 ，hello， 应该有了，对不对？压 hello 四四四这里边应该没有，密码。A B C 重复密码 C B A 就想验证一下这个错误，对不对？这都不为空，你看一下，现在有几个错误？两次密码不一致，年龄必在之间，用户的格式不对，是不是？刚才我就这几个没写，对不对？那现在咱们写一个正确的，就看能通过了。现在是不是都可以验证了？写个正确的，这块写上，写什么呢 ？M A B C。然后密码 ABC 可以吧？年龄44岁，性别这个无所谓，归空是不是就行了？然后 email AA@BBB.com 这是 email 格是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全进来了？就验证成功了吗？所以想一下，对表单验证写一个这个，应该是代码不能再少了吧，就可以验证了，是不是？再少的话写不出那么智能来了。那它的功能就这些吗？我这里边能让你做到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验证，所以咱就看一下怎么去这些东西摘下来就好。这是最简单的验证，你可以了解一下内容，就这个吧。那好，咱们看一下它的功能有多全呢？先从这看，先看一下，前面跟大家重点说过，表单你名称是不是随便叫啊？然后这里边标签名是不是也随便叫啊？你每一个叫一个名都行，对不对？对吧？其实我前面想这么写的。不用写 name， 直接表单名这块就直接 name 了，或者直接 email 了，直接价钱了，直接这个代码了。后来一想，还是跟
写这个感觉像表单，明白这意思吗？不然的话，这块用一个表单名，是不是这里可以少写一个字段呢？对不对？把必写的字段是不是来这里边，直接你少记一个字段，但是多记一个内容，我觉得不算什么难事，清楚吧？所以加了一个这个，然后你看每个里边必须写的属性两个，一个是 name 必须写 ，MSG 必须写，这点能记住吧？少一个的话不行。那如果这个东西，那我验证的类型，这个表单，假如说有问题，那验证的类型是什么呢？你看一下，默认类型是，咱们先不看那个默认的，默认类型是正则，听懂吗？那你用 V 六值直接写正则表达式就可以了。那这里边还有 action 什么意思啊？这个咱们也会经常用 ，action 什么意思啊？动作吧，对不对？专门是设置你的验证的时间。那有的验证时间是早上验证、晚上验证这个时间吗？那可不是啊，不分早上晚上啊。那什么时间呢？对，就是你，咱们验证入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添加的时候入库，对不对？一种是修改的时候入库吧，是不是这时候？有的时候添加的时候需验证，但是修改的时候不需验证，对不对？而咱们现在写的一个表单，我现在这么默认写的一个长函表单，现在修改的时候遇到这些条件，也通通怎么呢？也通通验证了，就是对的，也是验证的。那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我用户名这个唯一性的条件修改的时候，假如用户名还能传过去，不然它唯一不行了，对不对？怎么办 ？Action， 我只要等于 MOD。那就是在什么，我这儿写错了 ADD， 那就只有在添加的时候干嘛验证，修改的时候不验证。这个属性如果不写，默认情况是怎么的？不能改了，不是不能改了，这个如果不写，默认情况下添加和修改都验证，明白这意思啊？或者是你写 ADD 就添加时验证，写 MOD 就修改时验证，对不对？写 BOTH 什么时候验证啊？对，全都验证，清楚这点吗？那咱们这块这个假如这我写个 MOD 行不行？就是 ADD 就修改时验证吧，知道这个属性的意义就行吧。这个词是不是很好理解啊？它一共仨值 BOSS ADD MOD， 对不对？要么不写，不写是 BOSS 缺省的。然后再用一下，这是 action，MSG 不用说了吧？提示的什么消息？其实刚开始我写的时候写个 message，message， 后来我想这词太长了，简写一下吧 ，MSG， 对吧？然后这什么 ？V 六值你这里边见的多吗？不多吧？对。这个 V 六值不是说什么默认值，就是你前面这个类型是不是写什么规则啊，对不对？然后你是不是要匹配的那个值啊？假如说我规则我正好写的是正则，那个词怎么写的 ？RE 这个吗？REGEX 按我这个写。应该没写错吧，这个字啊，应该没写错啊，写错了你现在也得按这个写，因为它现在这里边就支持这个词，听懂吗？写别的词不好使，我感觉是没错，对吧？你看这是那个对应那个表单的表单的名字，对不对？让它以正则验证，对不对？那验证的是表单里边是不是有个 V 六值啊，让这个 V 六值和我现在这个 V 六值去匹配，听懂吗？那里存的名字值和这匹配，那这里边就可以写正则了，听懂吗？是跟那个值对应的匹配的一个规则，但不是值，听懂吗？是值的规则，所以用 value。当时我想的是就是用这个字段，没直接用什么 RULS 那个，就是那个正则那规则那个，没用那个啊，直接选择这个。那这块你就写正则，原来正则表达咋写你就咋写。比如说我还是验证用户名不能有空怎么办呢？也。非空开头，对不对？中间最少有一个或多个空，对不对？然后以这个结尾。刚才有举手的有什么问题吗？说一下。没有。
对吧？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自己就是正则？这个值就表单里那V6值是不是就跟它匹配啊？按照正则的规则，所以这个是写V6值跟表单那对应值的，听懂吗？那有的时候呢，你看重复密码，这个没办法了，你看这是重复密码的表单字段，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V6是什么里边的值啊？让你找 password 表单里的值，明白这意思吗？和这个里边本身的值怎么呢去对比。所以 V6 的时候什么时候使用 V6 和 V6 使用什么值有什么决定啊？由你使用的类型来决定，清楚吧？由你使用类型来决定，明白这个关系吧？那咱看这里边都有什么。这个类型咱们说了，类型是不是有很多种啊？如果你不写类型的话，我这个词不写，你直接写 V6， 那默认什么？默认就是以正则的形式验证，听懂吧？因为大部分咱提供，虽然提供默认的验证规则类型有很多，但是不一定给你写全，对不对？咱大部分验证是还是使用正则之类居多呀，对吧？因为正则验证那个一般都不准确嘛。你看一下这个，没问题吧？嗯。再往下看一下，那咱就一个看了，这几个类型都有什么？最重要是类型给我们默认有什么类型，对不对？有哪些呢？正则类型后边直接写正则表达式，对吧？名字必须以什么什么开始的，是不是呀？这个类型前面咱有用过了吧？干嘛的？对，唯一性的，因为咱们的插入文件是不是已经写成跟表名相同了，所以它就能做到让它去找表。清楚吧？能找表，然后也提供了你那个表单字段那个名，也叫 name， 那我就知道验证哪个，对不对？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对，不能为空，这咱常用吧？这个呢？里面还有格式，这个什么格式 ？URL 格式。这个呢？必须是数字格式。如果你做商城的话，这个什么一格式啊？必须，这里边我都正则都帮你写好了。这是什么格式啊？价钱格式。这个呢？刚才用过。确认框，对不对 ？IN 不是整形，是范围，在什么里边啊？你看，这什么？对，你输这个值，要么不输，输就必须得是二，清楚吗？这个呢，二杠九什么意思啊？对，二到九，这个一三五七什么意思啊？必须是一三五七中的一个，所以 IN 有这么几个值，清楚吗？那就算这些上面这些东西。基本上表单里边的东西大部分都覆盖了吧，对不对？这些都写不出来，你可以写什么呀？你是不是可以写正则呀？对吧？但是有没有正则写不出来的？有，对不对？那正则写不出来的，那咱们得用什么？你看下面提供了一个接漏网之鱼的什么东西？对 callback， 我只要做一个函数，那在函数里边就怎么的？没有验证不了的东西了，是不是这意思？那函数该写在哪儿啊？比如说我现在这里边，你看你哪个你需要用回调函验证，比如说我验证这个吧，验证用户名 input name 等于用户名由name， 让用户名的长度必须是在六位和二十位之间，行不行？我这里面没提供这个吧，六位和二十位之间是没有提供的长度，正则能验证这个长度吗？也不一定，对不对？那怎么办？类型我得写成谁啊？ call call callback， 然后 msg， 你看啊，用户名的长度必须在什么六到二十位之间，是不是啊？那这块得写用一个谁啊？V6 值， V6 值是根据前面类型决定啊，对不对？让这里边的值用谁去验证啊？ myfun 是不是自己随便定义的函数啊？这函数名你可以随便写，对不对？只要不跟系统的函数冲突，是不是就可以了？如果你直接用系统函数调用的话，比如说 bat 或者是什么，是不是直接调回调系统的函数啊？但是这些一般都自定义函数，对不对？那就比如说 myfun 这个函数该写到哪儿啊？应该能想到，咱们有函数的扩展地方吧，
是不是在这个目录下？那这个目录下 faction 是不是这个？打开，没有函数了吧？你记得我原来写的时间它怎么的？你随便建文件，你随便什么随便这里边再建子目录，或者随便建什么东西，我都用的自动包含。后来我一想，如果你随便建文件的话，我就得用便利目录的形式，是不是这意思啊？那效率，假如写多文件，我效率是不是就不高了？所以后来打算，我就包含你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所以你把函数就得写到这个文件里，清楚吗？这样我就不用便利目录了吧？因为自定义的函数毕竟怎么的，不多，清楚吗？50个够不够？一个中小项目够了吧？那大部分用什么呀？你控制类，这里边写一个类驱动，但是这个类名是有规范的，就不用怎么的。类名是不是都得一点 class 点 php 结尾啊？咱们系统还有自动获取类名那个机制，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不用便利目录，所以你一个类一个文件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咱们这里边，你就得怎么的，把所有自定义函数都写到自己文件里去，其他写别其他地方不好使，清楚吧？那 fashion myfun 那里边必须传的，那肯定不用说了，就是表单你这个字段那个什么，对，提交的值 vl。 那假如说返回，如果 s， 你看啊，strlen 是个长度啊，到了 for vl 怎么的？如果它大于，小于等于六，得六位吧，对不对？错了，大于等于六，并且啊，到了 for strlen。vl 怎么的？小于等于20，那这个时候怎么的？返回真，对吧？否则返回什么？等一下，可以吧？只要成立用的是真，是不是就用的通过呀？不成立返回假，返回假那个就不通过，明白这意思吗？那你看一下 ，add。我这写个是什么 ？LLL 就四位，没到六位吧？密码 AAA， 重复 AA， 让他少判断几个。年龄45，性别 AA 冒 BBB.com。现在只有谁不同啊？是不是只有用户名啊？注册，是不是就验他了？对不对？那我现在这里边。1234567890够了吧 ？AAA 这会儿必须得验证这个 email， 我还是明哪份。函数名必须是一个字符串，我这个写的不是一个字符串呢？啊，这写错了，加到了符了，因为它两边全得判断，对不对？刚才没有小于六，是不是就直接停止了？那个有个什么？两大安德夫有一个短路的功能，对不对？就没验证后边那个，直接刷新就行了，是不是添加成功了？过去了，你看是不是这个加这么多 L A 这个？那现在再想象一下，提供的这个正则是不是可以处理所有的表单？有哪种情况现在处理不了吗？是不是基本都可以了？上面不行的，咱们可以用正则，对不对？正则还不行的，有回调函数，对吧？能不能让你处理表单再服务一段？很简单，如果你前台，因为这些所有机制是用 GS 都可以写的，所以 GS 把这文件读到前台去，对不对？在前台也是根据这个验证机制，如果你是名字是什么，有什么不行，用几块验证一样可以加进去，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就能做到，如果那些功能也写出来，就能做到写一个差文件，前后排都验证了。这就是特酷的一个验证功能。好，有哪不理解的说一下，有吗？
您将指怎么接还是验证怎么的？咱们这么想 ，PRP 能不能读 XML 文件呢？那我就是用 PRP 把这个文件读进去，然后通过处理这个文件把每个属性读到，我就可以去写程序了，对不对？嗯，这个得改框架。这样吧，咱们还是按前面咱们定的，先把这个用熟，行吗？然后咱整体分析框架的时候，咱们再去写，好不好？好不好？嗯，不然的话，现在就去分析框架，有可能说感觉很乱，所以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框架用熟之后再分析。你想知道哪个功能，咱们就去处理哪个功能，行不行？嗯，好，咱们先休息一下啊。